嘉义县长张华官27号指示，为今仔日28号起，伫大拿交流道边甲埔子分局、六比派出所等加勤运输交通要道设两个检疫站，加强查核进出加勤运输车辆的健康证明书、勤两个分诊证明书以及消毒作业，以防堵禽流感来继续扩散。官府自1月28号中昼12点起，伫大拿交流道边的大拿镇清洁队、甲埔子分局、六比派出所等加勤运输交通要道设立两个检疫站，由农业处、工业所、各乡镇公所兽医师、环保甲警察单位全天候轮班，加强查核进出加勤运输车辆的健康证明书、勤两个分诊证明书以及消毒作业，以防堵禽流感疫情扩散。咱嘉义县政府配合农委会政策，伫咱。今日1月28日中昼12点开始，伫大拿交流道、甲清洁队、甲埔子分局、六比派出所，能为咱设立加勤的运输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，啊，由咱农业处、防治所、甲各乡镇的兽医师、环保甲警察单位全天候吼来轮班，加强咱查核咱所有加勤的运输车辆，包括运输车。运能车、化制车、甲饲料车的健康证明，啊，甲能爱分轨证明，吼，啊，甲消毒作业来防止疫情的扩散。官府指出，28号中昼12点，全国家禽恢复屠宰了后，运往屠宰场的活禽将由屠检兽医师收取健康证明书。如果来自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以及屏东等5县市的疫情疫区的活禽，另外应该收取车辆消毒证明书，才会当屠宰，请相关业者务必配合办理。违反者将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3条，处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新闻。就来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